觉得你要被那个打爆嘞。不要紧张。可以秀他一把吗？秀爆哦。你可以来个移形换你吗？可以。他二技挑飞你的时候，你就按啊，他一技挑飞你的时候，你就按二技闪过。然后他开大招，你就瞬到他背后。干，你以为我职业队友？进去了，啊吓我一跳、欸！我主点第几招？第一，我是一开始习惯点第一招啦。我都轮流点欸，其实点两招都是，一个是破防比较痛啊，一个是破防会比较多，一个是减一技减 CD 比较快。不懂啊，不懂啊，随便啊。随便啦、啊，你这个没有要求那么多啦。对啊，你这个都青菜玩的，没啥。我打好慢哦。你以为对的方向，说不定是海市蜃楼。啊啊哎、欸！干嘛？永远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。距离不是问题。喂喂，哎哎哎哎哎！我打得好爽哎！绿洲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它生长在沙漠里。哼 ，First Blood。敌人消失，时空结界，请求集合。我哈哈，一直点，一直点，一直点。他会将沙漠变成绯红的玛瑙。哎哎！干嘛？不要吵了。为什么我送回去？靠背。哎，为何？好奇怪，我好奇怪。做好空间标记。怎么？哇！吓我一跳。哎呦，我这个背的不错哦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形？到底会不会玩？我成功哎、欸，我 gank 成功哎、欸。什么？你有开大招吗？没有。以为对的方向，说不定是海市蜃楼。奇怪，这到底不是用大招杀死的对手？那个莫拉没有灵魂啊。哦，好好，这样。杀死智慧炎魔有灵魂吗？靠背哦！哎、欸，奇怪，才两下而已哦，第三下。靠腰到底在干嘛？你现在点好了，两下，三下。哎呦，看你不敢哦！别吵，我超紧张。到底在干嘛？旁边你刚刚就刷过去，那都要死了、哦。你刚左边那边，你有蓝吗？哦，我是两次这样子啊、哦，两次一技能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我受不了啦！他、啊、怎么？哎、欸，救命！救命！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哦，你被那个螺丝抓到了。怎么玩？我哇，对呀、啊，我忘记要看我的那个了。哎呦，我杀人哦！菲尼克，距离不是问题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杀人哦！不错哦，
为了庆祝吸血怪，不要吃我蓝哦！哇，这个是怎样要被切爆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没事？他就没走过来哦，白痴的！看！你要等他过顺过来，顺过去，你再接再按一技哦。喂，为什么？哎，下面，快点！哎，他还差一下哎。靠背。哇，好神秘哦！救命！我来救你啦！他要想杀我。好。没蓝了。哎，有人要偷你蓝。你走开啦！哦，你不要再吃我蓝啦！哪有啊？烦呢、欸！是被纳克偷走啦。那你身上的是什么？那个是对面的啊！不要再吃了你！我会从阿兹卡手上夺回一切。你不要紧张啦！烦呢、欸！那刚纳克要进来偷，我怕被偷走啊。屁啦！真的啦，你自己看回放那个。不要吵，我不管你。哎、欸，打啦打啦！他已经自暴自弃了。Oh, hello. 靠呀！啊、怎么啊？好妖啊！你看我身上有 buff 了。没东西耶，没东西叠，没东西刷了。对啊，你可以刷人啊！不要再吃我蓝 buff 了。没有啦，你想太多了啦。我喜欢夕阳，它会将沙漠染成绯红的玛瑙。Fuck you！ 可恶啊你啊！睡啦，你挂了我蓝就有希望。莫拉不缺蓝的哦。谁三比零啊 ？T 叉 O 三比零啊！哦，梅蒂真的是他妈要倒了。欸、你说他不痛哎、欸？会吧？你是不是要来一把破阵啊？不是不是破阵啊，来一把偏爽啊！我觉得你刷那个坦克不太痛。我没钱啦、啊。我满中了。没野怪。哎、欸，去吃那个、啊、吃凯撒、啊，不要再刷啦。我要刷一下伤害。走了啦，哎、欸，让我自己吃好了。好。干，我野怪一直被刷死哎、欸，被那个吃掉呢、欸。我一直撸墙哎。欸、我队友要死光了，你要救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哦，我刷死人了！他们牵制他们。干我挂了，我刷死人了。战后再推了。哇！
太棒了！哎呦，有没有？波拉好玩吗？好玩。对，是打不死人。蓝 buff， 我刚刚有刷死一个人。恭喜哦！很棒哦！我还不是第五名呢。哇，我他妈问号哎、欸！你这个我打40%。然后呢？我看。在问啊。我12%很高了。